群聚觅食，像极一家食口逛大街。一早晨运的民众被眼前景象吓一跳，猴群看到他转头瞥了一眼，依旧悠哉漫步，完全没在怕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哦，一个接一个跳上步道护栏，成了猴群练身体的游戏场，还被形容宛如电影《星球崛起》。哦，吓几抓呢？录下这一幕的当地居民基于安全考量，最后选择折返。这些栖息在南投日月潭的台湾猕猴霸占水洼头步道，三级警戒各地景点没了游客，仅剩零星当地居民会经过，反倒成为猴群盘踞地点。最近这一两个月来，因为疫情封锁的关系，所以猴群就会比较赶出来外面，而且会比较靠森林里面。溪头商店街同样猴群现踪，跳上屋顶帆布东张西望。来家看看我们下南国家伯呢？生态问题，因为没有人出来，它就会出来，一定有道理。虽然目前绝大多县市疫情趋缓，大家多半抱持微解封或是降级的乐观态度看待，此时日月潭却猴满为患，宛如霸道山大王，就怕摊商摩拳擦掌准备好了，游客真的来了却爆发人猴冲突。三立新闻。